年一度的凡妮公主派对开始喽！公主派对，好看又好玩，快来参加，不要错过！哇！这一次我们只邀请真正的公主哦，快去参加吧！我要去参加，我就是真正的公主，我才是真正的公主，我才是公主。那我们走着瞧，好啊，到底该穿哪件呢？就它了，呀吼！哇哦！哦，等一下，快让我进去，我可是长发公主。我要确认一下，长发公主，那你的长发呢？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公主，不能进去。你好，我是来参加舞会的艾莎公主。等一下，没问题。那你会冰雪魔法吗？会不会啊？展示一下。Lady Go。Lady Go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根本不会，所以你不是真正的艾莎公主，快走开！啊，这也太难了。既然说我不是真正的公主，公主，对呀，贝尔公主拿的是玫瑰，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公主。这个跟你挺搭的，送你了。一定要成功！哇！哇塞！我是灰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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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灰姑娘。开门，我要进去。灰姑娘，等一下。裙子也没问题，确认完毕，请进吧。哇，太好了！叮叮叮，等等，灰姑娘穿的是水晶鞋，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公主。拜拜。这也太难了吧！原来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公主。月儿是大魔法师。月儿，萌萌。看那边。
现在快去找回你们的公主身份吧。谢谢高峰大师。走。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变魔法屋？韵儿，我们赶紧试一下吧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参加公主派对吧。嗯，走。你们是？快检查看看吧。现在我们可是真正的公主哦。等一下。哇哦！你是星月公主？没错。哇哦！你是萌萌公主？那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快请进。走吧。哇，他们也太好看了吧！我也要去。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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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具盒里好多惊喜。